每天五分钟，改变你人生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有桑拿五分钟课堂。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，有桑拿高级九星钻石动师吴雷。今天我来和大家介绍有桑拿的情绪管理产品。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的生活中充满各种挑战，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控制，则情绪与精神压力会让你疲惫不堪，长期以往就会慢慢侵蚀我们的身体健康，从而导致与压力和情绪相关的疾病越来越多，从失眠到抑郁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如何让我们平静地享受生活？秘诀就是找出压力管理方法，主动掌控情绪与精神是保持整体健康的关键。结合传统营养成分和现代科学支持的配方，有桑拿的情绪管理产品是基于基础营养之上的优化营养。当然，使用基础营养是搭配所有优化营养的前提。有桑拿的情绪管理产品包括舒压缓心片、平心静气精油膏和赴美营养冲剂，颜色是用紫色表示，给我们一个祥和平静的感觉。多年的科学和临床研究表明，压力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工作、事业、家庭、经济、收入、学习和宗教、政治等等方面，压力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而过度的压力会在精神、情绪、行为、生理和心理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从易怒、焦虑到彻夜难眠，从而回避社会到抑郁自杀。因此，有桑拿推出传统成分和科学配方的情绪辅助管理产品，帮助我们主动管理情绪，有一个平静的心理适应和管理压力和情绪。舒压缓心片是针对培养健康的情绪反应及弹性所设计的，包含强大的适应元，帮助人们抵抗轻度压力。它富含经过大量科学研究的草药成分，可以支持健康的身体从压力中恢复，达到舒缓和镇静精神及神经的效果。这些成分因为应用于传统疗法而闻名于世，并且经过科学认证，可以舒缓情绪及心情。舒压缓心片的有效成分，每一粒含有番红花奇提取物15毫克、柠檬香蜂草提取物150毫克、印度人参提取物200毫克。番红花具有4000多年的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历史。经现代的研究发现，番红花中的化合物对于治疗精神健康疾病有显著的临床效果，可以减轻抑郁症状。柠檬香蜂草在欧洲和中东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，在2014年的临床研究表明，这种草药有助于维持健康的情绪、舒缓压力和镇静情绪功效。印度人参是阿育吠陀治疗系列的重要成分，在2014年针对压力和焦虑的临床试验显示，所有的4种压力指标当中，可以大幅度降低44%到70%。平心静气精油膏采用高品质纯净的精油的独特配方，可以促进平静的感觉，镇静自若。特别之处，传统的精油是油状，不易携带，而精油膏是膏状，包装方便，易于携带，方便在皮肤上使用。薰衣草从罗马时代开始是做芳香疗法当中最多的香料，具有2500年以上的丰富的历史记录。经现代的科学研究，能够促进平静、放松和幸福感，也是精油常见的成分之一。一篮一篮有花果的香味，其中的方樟醇可以促进镇定感受，还可以减轻焦虑。福寿甘可以提供情绪和促进镇定感，包含的伯爵茶当中也有柑橘香气。广藿香是散发柑橘气味的大地系香科，可以让你感受到平衡和安全感受。香樟木有令人愉悦的木质香气，含有方樟醇和倍半铁，提供镇定感。历史上有记录关于提高个人的坚毅感有关。赴美营养冲剂营养粉是帮助你的睡眠提高质量。把赴美营养冲剂营养粉放入热水当中，冲泡成一杯热气腾腾的柑橘口味的草本饮品，在睡前30分钟到60分钟以下，帮助你放松一天，为一个美好的睡眠做准备。
你的身体利用镁来帮助肌肉和神经功能。赴镁营养冲剂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有效的镁含量，对于身体的理想健康和保健状态都很关键。优萨娜提供的高品质的科学研究的情绪管理产品，可以维持健康的情绪反应，提供平静的感觉，帮助我们一夜好眠。谢谢您的关注。想要了解更多优萨娜的信息，想要拥有有钱、有闲、有健康的品质生活，请扫描图中二维码。每天5分钟，改变你人生。